给恁看看法国人出门度假之前都买些什么药妆。亲爱的们，来法国旅行，恁一定要去药妆店买这几样东西。这几款法国百年制药公司 Copper 旗下的防蚊神器必须有啊！白盖专门针对虎纹的，黄盖是防蜱虫的。夏天常去野地的必须得用它。其实家庭最常用的是绿盖的，从2岁宝宝到孕妇都能用。看没，药房里几乎人手一瓶啊！另一个药房神器来了，这个就是法国纯天然植物精油产品普怡香的防蚊喷雾，集合了前面几种。防蚊、防虎蚊、防蜱虫，明星产品就是这种空气消毒除螨的精油喷雾。外出住酒店、民宿不放心，房间、床铺和衣柜的都可以喷一喷。咱们女性一出门旅行就好便秘的，法国人一般在药房买这个 Otis 的鲜瘦果，这种无花果的纤维块吃下去给肠道刮油，就怕太通畅啊。还有这种便携式的浓缩颗粒的，一般给俺妈喝这个增强免疫力的糖浆和护脑的银杏叶片，小朋友就喝这种儿童版的糖浆。他们法国人就特别热衷这种纯天然草本提取物的保健品，基本上药房特别受欢迎的爆款都是这些从婴儿到老年人都能安全服用的产品。孩子鱼油和维生素吃完了，出行之前也要自备两盒。但凡是在法国药房卖的产品，那闭着眼买就完了。像欧舒丹这种天然植物护肤品牌是不是必须拥有？菲洛嘉的十全大补面膜也要囤几盒。感觉没买什么，怎么又是满满一大袋啊？这不是趁着打折季赶紧多囤一些吗？奶奶法国旅行不知道买什么的就看我的视频啊，都给我赞。